三娘啊，有刘刚李三娘。你怎么占我便宜呢？我占你啥便宜了？你说是谁老公啊？你都讲明白的了，第一句唱完像捧血羊羊似的，掌声呐喊声嗷家响起来，干哈睡着了？我是老公，你还是老公是不是？掌我全家掌声，我打死他！婶子大娘，新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我们电视机前全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晚上好。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这刚说一句你那当啷一下子，你吓我一跳。怎么就当啷一下？就是你下句不得说你们晚上好吗？不是，那你那意思你替我说的呗。这我要不这么说你不得说吗？我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就兴许就说那句话呀，我就不行换点词儿啊。来，掌声激烈，让他说。来，配合一下。哎，太好了，你们就是我们上帝。来，让他说。没有、啊、郭老师，你看看，其实海燕挺懂礼貌的，真是，特别是跟郭老师在一起主持，真的是，我特别高兴。别叫老师啊，叫郭老师迷糊啊。别老那么说自己啊。接着，此时此刻吧，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这种崇拜之情啊，我现场给你唱首歌呗。哎呦，要晕了，我就给我唱首歌。对，哎呦，你要给，掌声鼓励一下来。我不撒谎，没有人就现场给我唱歌。你意外，收获，惊喜，太惊喜了，听着啊，太好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鲜、啊，过往的美事当秋千，秋千当到了高压线呐、啊，他就离开了人世间。一下给我唱那边去了。
啊？我这不好，这我得回来，不这。啊，哎呀，不好意思，哎、他我都说了，我特别喜欢你，崇拜你，有点喜欢过度，失误。那你这一失误，快我没了，你这一失误。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对了，那咱们好戏登场这个舞台呢、也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笑，忘掉所有的烦恼。对对对，这样。啊，郭老师啊，咱俩就是先让大家好好可捧腹大笑一下呗，是、给大家安排个小品呗，没问题啊。啊，那就请欣赏小品啊，摇一摇。说谁瞎呢？啊，你才瞎呢！哎呦我的妈呀，撞死我了！不，你挺大个脸盘子，像大屏幕，你俩眼睛零像素啊？你眼睛才零像素呢，你找事儿是不是？啊，我跟他过来，你看不着我吗？怎么的呀？我这么大人，你不也没看着吗？哎，来包包包包包，电话撞坏了。我凭啥包你啊？你撞坏了。你还撞我了呢？我穿你哪了？你说你穿我哪了？你穿我腰了。哎，你那腰搁哪呢？这你啥意思啊？嗯，我长得就这么不清晰吗？身体最细的部位不就腰吗？啊，最细的地方是腰。咋的？哎呀，你长得挺尿性啊，这腰还长肩膀头子上边了。这是腰吗？这是脖子。告诉你，没别的优点，就是个钝。扑通一下子，我还以为撞翻斗子上了呢。不，你啥意思啊？怎么的，我就不比你长得好看呢？哎，你那意思，你比我长得强呗？咋的，我不比你强吗？啊，我就不如你啊，我就不如你，不如你，不如你，不如你吗？好头啊，一好头啊，好头啊。报我电话。我凭啥报你啊？你撞我了。我就不报，你能咋的？哎、啊，你信不信我啪嚓的一下，我把你脸打成彩屏的？你再给我俩嘚瑟，我告诉你，我让你失去内存功能。那我就让你失去下载功能。你要给我整急眼了，我告诉你，我咔一脚我就把你硬件给你踢成软件，小样，我踢死你！不是，你挺能对付。怎么的、啊？别说没有用的，听着没？哎，你往哪走啊？干什么玩意儿？包电话，你给我撒手！包电话，哎、啊，我就不包，你怎么的？你不包不好使，我就不撒开。你给我撒开！包，撒手！不撒！你不撒是不是？不撒！哎呀，大伙儿快来看呐，那人耍流氓了，快来呀！大伙儿快来看呐，那耍。别吵！你再吵吵，我把你整静音喽。你说我脖子给你一掐，给你掐成诺基亚。哎呀，我的妈呀！呀，出人命了！流氓还要杀人呢，要掐死我呀！走，倒霉，滚！这虎娘们小样，我们治死你，让我们一起呀！不，没咋地，多亏带套了。零像素啊啊！不，你眼睛贴膜了怎么着？我这么大个人，你没看着吗？我撞你，你还撞我了呢！你看，手机都充掉漆了，赶紧的，你赔我。我干啥？你赔我。好啊，我赔你是好事啊。我让你赔我的手机，瞅你那山炮样子。山炮？我像山炮吗？啊！谁搁那嘎嘴欠张相啊？啊！等一会儿还有打电话。山炮，山炮能拿这么大品牌的电话吗？
你啥品牌呀？苹果五代。我还是 S 呢。你大 S 还是小 S？ 我的手机是苹果五 S 的。那也是水货。哎，你说谁水货？你不水货，你也是二手货。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你，你信不信我叫我老公来收拾你？我老公可厉害，他是拳击教练，我叫他来一拳把你腰打成折叠的。那我一脚咔把你老公的腿踹成直板的。你先别走。喂，喂，谁啊？我找老公。你有病吧你啊！你找老公上婚恋网站上找去，跟我打什么电话呀？不是你谁呀？我是小蜜。有病！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法，要不然我一脚把你踢成睡眠模式。我一脚把你踢成飞行模式。你信不信我把你外置踢成内置的？哎，有能耐你把我变成三 G 的呀！喂，喂，谁呀？你谁呀？你有毛病啊！你给我打电话，你问我是谁？你谁呀？我问你谁呢？我谁能咋的？我家住长春东锦安伟皇宫，旁边是小蜜，我是老公。哎呀，你在哪儿呢？我在重庆路上。你等着啊！不，你谁呀？哎，谁你啊？哎，你怎么占我便宜呢？我占你啥便宜了？你说是谁老公啊？我姓龚，别人都叫我老公。我告诉你啊，你姓什么我不管，你打电话别提我名。我咋提你名了？你说小蜜小蜜的。他你叫那名呗，小蜜叫那贱你说你。小蜜。哎，我姓蜜，叫小蜜怎么了？啊，你姓蜜叫小蜜。对呀、啊。那得回姓蜜呀、啊。那你要姓三的话，还得叫小三儿呗。我就叫小蜜，这那样吧？你说你这像小蜜，小蜜，甜蜜蜜，你嫁的真甜蜜，小蜜小蜜小蜜蜜。闭嘴！干嘛呀？不知道以为咱俩怎么回事呢？哎，咋是能咋的？我也就吃点亏呗。你还吃亏？你别走。喂喂，谁呀？我找老公。不是你有病吧你啊？你找老公往我这打什么电话呀你啊？你让老公接电话。我让老公接电话，我让老公这山炮拿错电话了。哎喂，哎哎，亲爱的，刚才那女谁呀？啊，她是小蜜。小蜜，你行哈，咱俩还没结婚呢，你整个小蜜搁身边带着哈，咱俩拉倒吧。不是你，你听我跟你说，哎哎你哎，包干嘛？包包什么呀？你包我对象，关我什么事儿啊？关你啥事？你把我对象整黄了，那不是我整的。你走上不下跟解释去。我不去。你不去，我俩就得黄。我说不行，黄就黄吧，你快走。这啊啊，你谁呀、啊？我是老公。他谁？他是老公啊。你叫老公是不是？你叫长春东是不是啊？哎，兄弟，把脑袋，我给你打上彩屏的，我打上彩屏。我真是老公，我真是老公。来，我再问你一遍，你谁？我是老公。你还是老公是不是？咋我？来点掌声，我打死他。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再别跟我联系。不是，这一天的，听着没有？再别跟我联系。老公，你这。老公，你去贱人，再别跟我联系。我见你，那我见你，遇见你真倒霉。老公，听我解释啊！我招谁惹谁了我呀？哎呀，憋气，窝囊。这眼泡给我周的。哎呀，好嘞！三明号，你在吗？哎，我在，我在。大脸猫，大脸猫，
你干啥呢？我逛街呢。你干啥呢？大脸猫啊，我这点儿老背了，我今儿一天也不知咋的了，我从家出来吧，让一个虎娘们把我撞了，然后我又把小蜜给撞了，小蜜把我对象给整黄了，然后我让那老公一顿把我收拾，我在肯德基门口呢，让一小蜜她老公把我揍的，这脸打的像鸡翅似的，这嘴给我打的都像跟汉堡包差不多了。那大脸猫，咱俩都在微信上聊一个多月了，你出来跟我吃点饭呗。行啊，那你等着啊，我去找你去。哎呀，看着没有，虽说这个社会呀、让微信摇乱套了，哎，我这失恋的老手机又接收到爱情的新信号了。哎，这大脸猫、滚滚呗，咋的了？我一看着就倒霉。这上面去，刘院长丧门星。大脸猫，到哪儿了？你啥时候到啊？三明啊，我到了。你就是大脸猫啊？我叫大脸猫。大脸猫就是你。对，大脸猫就是我呀。你怎么能是大脸猫？大脸猫怎么能是你呢？哎，大脸猫就是我，我就是大脸猫，我咋的呢？哎呀，不在人家说呀。啊，聊微信见网友，这本人都比相片丑。告诉你，没啥，没别的优点，就是个尊。哎，你咋不起来呀？行了，起来吧，起来呀，起来呀，谢幕了。好，一个小品呢跟你说啊，揭示了社会现象。是啊，把我们节目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给观众朋友们安排一档搞笑幽默的啊，哇，有请我们大勇、李爽闪亮登场。来的三姐的们，给我鼓掌的都是好朋友们，没使劲拍的你是汉奸。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是汉奸。谢谢朋友们，这回到我这边了，我长得有点难看，对不起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了啊。话又说回来，丑不是我的本意，只不过是上帝对我发了点脾气，我要勇敢地活下去，没有我的丑怎么能衬托出在场每一位好朋友们的美丽，同意我的话掌声随意。谢谢大家。到我这边，前面主持人演得多好，郭旺，那个海燕，大家朋友们来给我这偷回来的掌声鼓励一下，这是绝活，转一百来圈还转。笑，我跟你说，你看郭旺和海燕那么聪明，他也有二的时候。你笑，昨天他俩出去逛街去了，看着一伙打架，给海燕都吓屁了，旺哥。打仗了咋办？国旺当时说不用害怕，报110。当时海燕说了，旺哥110多少号？国旺说110多少号这么没文化呢，打114查呀。那不行，这回一会儿到我这边了，掌声激烈，我也给大伙唱一个，行不行朋友们？掌声到位，我给你们来点绝活。他们唱歌唱流行歌，到我班不唱流行歌，唱一首歌的男女老少，老中青三代都喜欢听会唱的一首歌，来段旭日阳刚唱的《春天里》，带给全场的每一位朋友，行不行朋友们？好，这
这歌原版谁唱的？汪峰唱，唱十来年了，根本就没火。后来让一个木匠和一个瓦匠一宿就给唱火了，那叫旭日阳刚组合。今天掌声激烈，我给现场哎，工作人员给我拿俩麦克架过来，来，哦，来，上来了，来来，哎哎，你别走哎，旭日阳刚组合，我今天就自己来的，你给我扮演一个旭日阳刚组合，这不俩人吗？啊，你给我扮演刚。我就演那王旭，有吉他没有吉他啊？这么大电台没有吉他？我没有，你有？你怎么？这不调上吗？你不听整吉他，上哪儿整去？你拿这玩意儿比练一下子。今天朋友们这么捧场啊，别拿我们哥俩当演员，就当真正的旭日阳刚站在舞台上给你们表演，也捧我们哥俩一下，行不行，朋友们？歌曲唱到高潮的部分。场内的所有灯光全部关掉，能不能闭？灯光老师，这个灯能不能都闭？灯光老师说了要闭了啊，做皮筋儿打你家玻璃，不闭不了，闭不了。来，准备，就这么地儿，对，预备。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什么？是的，我还没进去上班，没有信用卡，没。咋的了？干哈呢？我跟你都讲明白的了，第一句唱完像捧旭日阳刚似的，掌声呐喊声嗷家响起来，干哈睡着了？哎呀我的！哎呀！啊！国！我咋笑啊？我那么容易呢？我在台上逗你们乐，整一脑瓜的汗呐！完了，你们都抱着玩，没鼓掌也没喊，你们都长没长点心呢？你们呢？给你们换出一边大了，重来吧，好不好？我为了你们开心，我重来吧，好不好？咋整？没吃饭，吃米线来的呀？大点声，好不好？重来，重来，重来，过来。好了，才上劲儿。对，才上了劲儿。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谢谢。最后一句，春天里。谢谢大家。敲两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对，大点声。开心的话随我喊两嗓子好不好？嘿嘿嘿嘿，我喊一你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一呀三呐，两只小蜜蜂啊，锄禾日当午啊，摸钳子嘞唱，哎呀这还会呢啊，注意啊，唱了就看你能不能对上啊。月起雷锋，日落西山红霞飞，一条大河唱，这啥都会呢，这呢。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完了，二转都会了。但是不奇怪，这是东北是吧？都会，家喻户晓。我给你来个河南的啊，我看你会不会。刘大哥讲话，哎妈呀，这还会。
确实好，确实好。还别说哈，你看这郝大勇啊，不单是长得搞笑，你看他演的节目哈，特别精彩，特别的搞笑，也不愧是二人转的新秀哈，唱的也不错。这小柯跟你唠的这个忒绝了，忒绝了。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咱们跟导演商量商量，咱俩也到下面跟观众去互动一下。行，在他们面前咱们也可以表演，行不行？可以呀，是不是也可以？可以。我跟你说，要如果那种表演的话，那才叫绝呢。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那种绝的话，但是下边这个比那个还绝。还有比这绝的吗？还有比这还绝的呢。啊，老绝了。谁呀、啊？谁？王晓东啊。那就掌声有请王晓东。哎呀，这掌声，这掌声多有营养，这掌声啊！你说前边这节目演的什么玩意儿？你说。把这掌声都骗走了，到我演出的时候说心里话，后边有两个阿姨都快睡着了，你怎么演的你给呀？啊，郝大勇最不是人的就是那小子，朋友们，我一点我都不撒谎，我跟他都认识好几年了，那小子才不是人呢，你看还梳个中分汉奸的头型，真是可能装社会人了。上两天没啥事，说要约我出去吃饭去，我说那去吧。到饭店了，吃完饭之后，我上那吧台，我要买单。我说那个我买单，一把就把我拽过来，哥不用你，今天我买单，我买单。我出门之后，我就在窗户那会儿，我偷摸往屋里看，就那个郝大勇就想吃霸王餐，不给人钱。你说人能开起饭店，那老板最起码得在身后上得认识几个人啊，能惯着你那事儿。当时那家伙他不想给人钱，人老板一摆手过来四五个服务员，那家把他打的那衣服打的一条子一条子的。出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咋整的兄弟，还跟我俩装呢啊，这不是吗，都是朋友，给钱不要撕吧的。你说你装什么玩意你啊，刚才我们主持人我旺哥已经说完了，说那个来点那个另类一点的小节目，说心里话谈不上什么绝活，为了让朋友们在视觉上有一个新的感官，我卖卖力气给所有的好朋友演点另类的小节目，先演一个小节目垫个场，这个就是每一位女士在家中刷盘子洗碗用的手套，今天我卖卖力气，不用嘴吹，把它套在脑袋上，用鼻子的气力，我给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我再演个节目。一般的时候我都不演的啊。说实心里话，真是朋友们，我不撒谎，让你看点正经玩意，来点真格的东西。来，把家伙事给我拿来。看，
我阿姨还说呢，这小子有点绝活。我跟你说，我13岁就得少林寺。我跟你说，真事儿，一会儿掌声激烈，再给你来点什么铁头定钢钉。真事儿，我都不瞒你说，真是现场给朋友们表演一下，表演一个什么呢？少林寺硬气功，钢枪刺喉，就是用我身体最脆弱的地方喉咙，把这个16的螺纹钢我把它顶弯。如果掌声到位，情绪到位，我可以把它顶到两头扣一头，你看行吗？不鼓掌的好像是在怀疑我，是吧？撒谎，说实话，前面的好朋友都能看出来。朋友们，你现在可以用你的手指往你这个地方杵一下，你都会感觉很疼痛，而且我这块还破皮了。就这个钢筋头往这个地方一挨的时候，心里边老痛了。我演这个节目没有别的意思，希望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对我们演员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如果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觉我这个节目在视觉上还算给您带来一点点的新鲜感，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能不能一歌不落的双手举过头顶，把今天最牛的掌声和呐喊声，我喊一二三，给我来一下，一二三。感谢，相信有了你们的掌声，我会把演员这条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谢谢。太惊险了吧！你说这家都玩命了。是啊，这也太刺激了。这真是钢筋，这真是钢，那叫螺纹钢。对，螺纹钢，纯的钢筋，就是在工地里边经常看到那个，是吧？得有好几寸。得最少得一寸那直径，是吧？而且还有人体就是最脆弱的部位能把它顶弯，这个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对不对，朋友们？这太难了。我们四个乐队老师是不是很辛苦？刚才谁在头一个？是吧？还好，没事吧？你看你们几个，你要我说你们三位真不够意思，最瘦那个人放在第一位呢，你说你啊？你都没有人性啊，你啊！没人性了。下面这个节目啊，可以说在好些登场有史以来，就是改版以后啊，从来都没演过的。对，给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换一换耳音，对，换换口味，对，来段京东大鼓小白卖肉，有请。哎，演的多好，这节目啪啪的啊，都是玄活，钢筋锁喉。那家还吹手套，不是整那叫什么，往脑上套也能吹爆。咱说上台跟大家吹，我这是绝活。朋友们，你让他骗了，
吹个手套算什么绝活？你要真有那两下子，你拿个线手套，你套脑袋是吹爆了，我看看。这咋这么能吹呢？这一个个节目演，我不敢说咱比人演的好啊。那头前有个叫郝大勇，给大伙唱歌。你说你唱什么歌？你是歌星吗？你就给人唱歌啊？你就唱那玩意唱的，还唱个《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咱说实话，你埋在哪儿，你得分这人是什么时候死的。春天死的，好了，埋春天里。你要秋天死的，你等来年春天再埋，你说这人是不是臭了都？就这么多观众给这么多的掌声，咱就不能会来点事儿，一起站起来给现场的朋友们鞠个躬，还个礼，显示咱演员有礼貌。来，站起来，快点，慢留着，鞠躬，起来，掌声停了吗？就坐下，给我撅那儿。去撅那，老少爷们掌声一直不停，一直撅着。像他们是来点呐喊声，我让这四个王八上台跪着。坐下吧，会来点事儿，别一个个死嘛咔嚓，功夫谁不会呀？你别看我穿大袍啊，一点不耽误事儿。你看我给你来个功夫，来个二人转中杂技中最难演的一个叫铁门槛，这活整不好门牙都用卡没了。你瞅好，别眨眼，我就数仨数，一二三，这腿就过去。瞅好，一二三，走。掌声激烈，还能回来。不是，有时候也回不来，那得看你们点高点低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来一把。我最后一把要是回不来，咱们到场所有的观众，一会儿演完出，所有的外边我都请你们安排吃饭，行不行？每人照500块钱吃。你们是希望我回来还是回不来？瞅好，别眨眼，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一二三，回来。回来了吗？演员的这么多，给大伙来两段。刚才咱主持人也说给大伙唱一段啊，这唱这么半天了，就演这活那活，一句也没唱。二人转给大伙唱两句，来个京东大鼓，给大伙唱一轱辘小白卖肉，送给咱们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准备音乐，走起。小白他在肉食公司站柜台，挺好的工作他咋不热爱呀？哎哎哎呀，你看他一边卖肉一边跳摇摆呀，哎哎哎。有这么一天呐、小白正在卖猪肉啊，来了位买肉的一个老太太呀，哎哎哎，来到了柜台忙开口叫一声卖肉的，你要听明白，你给我砍上2斤猪肉，大娘我回家炖点酸菜呀，哎哎哎哎。
就不高兴，叫声小伙子你要听明白，我哪是你喊的那位小阿妹呀，哎哎哎呀，我本是买肉的你的阿奶奶呀，哎哎哎哎。这时候啊，来了个小姑娘来买肉，小白两个眼睛瞪起来，柜台忙开口叫一声，卖肉的你要听明白，给我砍上二斤精肉，我要回家炒酸菜呀。小白一听高了兴，叫一声小姑娘你要听明白，是买瘦肉我给你往下拽，肥的我卖给这位老太太呀，哎哎哎哎。小白这里就不怠慢，我把这砍肉大刀拿起来，眼盯着这个姑娘刀就往下落，一咕噜手指头就剁下来，只疼的小白就嗷嗷的叫啊，哎哎哎呀，把小姑娘她的小脸给吓白呀，哎哎哎哎。老太太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忙要把手指头捡起来，用手一指就高声骂呀，哎哎哎呀啊，骂一声小伙子你不该，你卖给我肥肉彪子大娘我不怪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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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拉住尾巴给我塞进来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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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吉林卫视忠实的转迷们，我们这期的好剧登场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是的，我们的口号是东北二人转，好玩又好看，想看二人转，下期咱再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